哦，就是在 YY 上面当快闪 YY 启动当中 Searching for WiFi connection 听到提示音 YY 启动完成，然后配网连接到 WiFi 当中，找到对应的 WiFi 名字，好，你连接上，然后去模组的配网键，好，找到了，找到 WiFi， 配到网络当中。好，找到你的路由器，好，配网。WiFi connected。好，看到了，配进来了，然后播放音乐。火车已经进车站，我的心里涌悲伤，汽笛声已渐渐响，亲爱的人要分散。离别的伤心泪水已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